我是 Chips 啊，初来报道，好开心见到大家。我是一个好有热诚的企业家，思想正面，好多鬼主意，经常会创立不同的事业。原本我是居住在地球最北端，那里虽然天气很极端，温度低至摄氏负40度，但是我们一班海炮就从来都不怕冰冷的气候，因为我们天生乐观性格，拥抱正面的生活态度，我们就是 The Chips 家族。虽然位处于北极，但是就一直过着温暖快乐的家庭生活。但是好景不常，持续的地球暖化导致冰山急剧融化，将我们的居所一夜间摧毁。因为无家可归，我就带着我们的家族开始探险之旅，四处去找一个可以给我们落脚的家园。我们虽然四海为家，但都忙不忘记到要将爱的信念宣扬开去。在我们经过的每个地方，我们都会令小朋友和他们的家庭洋溢着满满的爱意。咦，阿 Chipsley 啊，喂，咁边个创造你出嚟啊？多谢我的创造者 Benny， 他而家在新加坡居住啊。为了表达他对太太和家庭的爱意，所以七年前就用了他太太最喜欢的海炮创造了我出嚟啦。一推出嚟就好受欢迎，我哋 Facebook 专业已经有超过100万个 followers 啦。啱啱成立咗香港嘅专业，我哋都好想同大家互动啊！快啲入嚟 like 下我哋啦！哦，咦，咁你哋仲有咩屋企人噶？我系 Chipsley， 一家之主嚟噶。我从来都唔怕错，最紧要喺从错误中学习到新嘅事物。我嘅使命系令更多人关心全球暖化对地球造成嘅影响，从而将爱带俾全世界。我太太 Kippy。她是一个很有条理的海豹妈妈，烧鱼还很厉害，有她看着仔仔女女，我放心了，可以专心发展我的事业。而我仔仔叫做 Deppy， 她很喜欢看书的，梦想是成为一位科学家，但是她很细胆，一有什么动静就会找地方躲起来。还有我女女 Pinko， 我们又去了新加坡，和当地一个大型主题公园 Snow City 合作，建立了一个室内雪地场景，见到好多小朋友好开心啊，仲排住队要同我哋影相添。啱啱我哋都得到 GoJack 嘅赞助。GoJack 系一家交通载客嘅网上平台。我哋举办咗一次虚拟嘅跑步活动，等大家响疫情之中都唔会忘记每日都要保持运动。而 GoJack 客人每跑1公里 ，GoJack 就会捐1元新加坡币去慈善机构。Chipsley 觉得好有意义啊，又可以做运动，又可以做善事。诶，咁你几时嚟到香港噶？我哋啱啱上年先嚟到香港发展嘅咋。我哋好中意香港呢个地方，香港人做事好积极，好有活力。虽然疫情未解决，但系大家都好努力去揾不同嘅机会，好有创业家精神嘅，好似我咁咯。所以我一定会留喺香港噶。但系工作太忙，所以有时会忽略咗身边嘅人。同埋对环境嘅关顾，我哋希望透过我哋少少嘅力量，可以将爱同埋环保嘅信息传播俾大家。啱啱我哋举行咗一个活动，会送出3个 Chipsley 嘅吊坠，反应好热烈啊！大家都留言讲咗好多自己有关爱嘅故事，有母爱，有亲情，有爱情，搞到 Chipsley 都好感动啊！嚟紧我哋都会首先关顾大家嘅健康，我哋而家正筹备推出紧 Chipsley 嘅口罩。等大家保护自己的同时，可以戴住靓靓的口罩，全日都开开心心。另外，我哋计划同慈善组织合作，加强推动大众对环保的意识同埋重视。因为我哋都好中意香港，所以我哋谂住留喺度发展，希望大家都会支持我哋啦。咁如果其他人好中意你，又想买下 Chipsley 嘅一啲产品嘅话，可以边度买到啊？因为我哋啱啱都喺香港正准备大展拳脚。我哋稍后会喺网上商店售卖我哋嘅纪念品，而家有少量 Chipsley 嘅吊坠喺 Lush Edition 嘅网上商店可以买到。嚟紧我哋仲会推出一系列嘅纪念品喺我哋嘅网上商店卖，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咁啦，我哋有缘喺职场 Marketplace 同大家见面，不如我哋玩个游戏啊！我哋送出3个 Chipsley 嘅吊坠俾你哋嘅读者，好唔好啊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嘅话，这个 Chipsley 吊坠上面是施华洛水晶嚟噶。只要读者订阅 Ivan 呢个 channel， 同时 like 埋我哋 The Chipsley Facebook， 同埋 Facebook 上分享嘅呢条片，就可以由 Ivan 抽出得奖者。大家快啲一齐玩啦！
哇，好啊！咁我就代表職場 marketplace 嘅嘉賓朋友同埋其他嘅讀者咧，就多謝 Chippy 啦。咁今日好開心邀請到今日第一位嘅角色嘉賓上嚟同我哋呢個分享啊，究竟佢嘅誕生同埋佢入嚟香港嘅啲點滴啦。咁我哋下次再見。中意睇呢條片嘅時候，可以下面 comment、share、like 分享出去啦，同埋影多啲朋友咧認識到呢個角色 Chippy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